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哎呦我这眼儿插的会插呀。谁是这个？他们在点啥呢？点谁呢？这是，这是点我吗？点盐不是我呀。点谁呢？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今天有云顶环节吗？有，这把打完。黑暗收割小炮的吗？不是啊。我好不好？我还帮你刺了三下。霹雳刺儿刺儿刺儿，霹雳哇呀回家了。也可以不回家，我说实话，只是蓝不太够而已。不过我们可以抠啊。呀，炮车就没补着。刺儿，刺儿。小炮不会来了吧？刺儿。一换一，行吧，没办法，硬杀我们，你说咋整？아군이당했습니다，简直可恶！拿着双 buff 就要硬杀我们。这小炮还得来呀，我一瞅啊，俺们现在这得无限针对了，小炮100%还得来。沉默，刺儿，起立，行呗，傻了吧唧的呢，怎么？来是兄弟们，你们觉得他配让我出肉吗？他配吗？
再见，溜了。我决定来个二速海。咦，贵了。那也出，贵50块钱。哎，贵50块钱，属性降不降？属性没变，那就贵50块，无所谓，两个兵而已。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贪身挺吓人呐，我不敢动啊！啊，出来了。体力，沉默，体力，体力，刺儿，刺儿，刺儿，沉默。刺儿口。快跑！啊，潘森没来。啊，什么呀？沉默，你是不是要死你？哎，他还跑那么快呢？我操，刚才这 Q 没中。哎呀，我刚才 Q 中死了，还气死我了。把我气坏了。要人头不？赶紧上来呀！等一会儿再上线啊，别着急。等蛤子稍微的往前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啊，可以上了就。体力，沉默，刺儿，刺儿，刺儿，口。那怎么有盾？那顶上还写着能打死呢？刀妹妹已经0-4了。沉默啊，痛吗？痛就对了。体力。干哈呢？
但是大虫子啊，没有塞拉斯那么猛，他即使杀六个了，他也不会太狠。他技能不中，他也还是个弟弟。这就是英雄问题。是时候该来一个美甲窃魂卷了。变大，快来美甲的窃魂卷，出个秒表啊！出门再见。走，杀婉豪的呀，算了，还是拆中吧。跟我过来把中塔拔了，中塔拔了，他们家彻底就崩了。快点呢，潘森容易飞。他上路杀满豪的，正好美甲窃魂卷八成了。沉默推着棒起立，口一行。可爱哦，阿古尼汤也死了。区区有点高啊，伤害太高了，算了，这波不拆了。把小炮杀了，我们已经25层美甲窃魂卷了。猫着多少钱呢？猫着3600，差400，我们把这波线吃了。差300块钱。
上路没有人儿，我可猜了啊！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우리의결속이산가디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我就管不了了兄弟我能拆高地的那我就拆了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谁回来了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没拆掉，确实我们二十五层美甲窃魂卷不太合适，要是给他们换了的话。等我回家猫着。先打龙，没事，我马上到。哪来的小炮啊？沉默，起立，口，还好出了 AP， 不出 AP 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效果，没有办法，先把这小炮杀了就。他们不敢来了吧？干哈呢？这沉默刺儿，这都是些啥意思？这是追啥呀？这是不是觉得很幼啊？没有多幼的，给我起立，沉默。我只能给你们扛扛塔吧，说实话。哎呦吼！撤吧，兄弟们，我觉得该撤了，是时候了。到时候了，我好大哦！算了，再收一波野怪吧。走过路过，咱不要错过啊！先给他来个钉，再来个小法穿，
我们就无敌了。推着棒，沉默，刺口，刺，起立，致命点燃，起立，沉默，刺，刺，起立，刺，沉默，叮叮叮叮叮。我说实话，这钉啊，是真难钉。钉不出来呀。下把啊，下一波我们吃小炮，吃错了，吃了个泰坦，没什么用。上来先把这小炮秒了，下回那晚豪都没在呢，龙魂应该是我们的了。推的棒，沉默，闪现，起立，我扣你一哈。我被夹就被夹吧，小龙。看看谁敢来啊！来呀！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推的棒，体力，沉默。你这上高地吧。적의억제계를파괴했습니다。적의억제계를파괴。一波呀，一波也行。沉默，刺儿，人儿呢？口一横，推的棒，起立！哎呦我操！沉默，刺儿，点燃，刺儿，点燃，起立，叮，变大。一波。